I'm Matthew. I come from Toy Sun Association College. 我揀呢一個圖嘅原因係因為咧，呢、這個 picture 入邊係一個維多利亞港啦。維多利亞港就見證住香港嘅發展啦，由漁農業變成而家嘅服務業、金融業，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最能夠代表香港嘅一個經濟特色。同埋香港嘅夜景係一個非常之有。都有東方之珠之稱啦，所以佢係一個好有代表香港嘅特色，所以我揀咗夜景同埋呢幾個香港特色嘅地方。